最後一日行程嚟到呢個海邊，咁我哋準備去睇乜嘢呢？就係睇自由神像個螺友。我哋而家行緊去自由神像個螺友度，呢個位置就睇自由神像個螺友。呢邊就係新澤西市嘅公園，叫做自由女神像公園呢度。咁啲同學形容呢個咩呢？好似鴨涌河公園。呢個位置就是 New Jersey 的公園，啱啱好就會斜對住呢個自由女神像啦，跟住仲可以望到紐約嘅呢邊嘅天際線啊！最緊要咧唔使錢嘅，免費嘅。好，咁我哋而家正在過緊呢個美式生活啊，所以咧喺度準備呢個 picnic 啊，或者野餐。今晚晚飯咧就喺呢度。好，而家班學生就喺度野餐緊，望住個自由神像，望住個紐約嘅天際線去野餐緊啊！而家隨機捉個學生訪問一下，喺呢度野餐同喺鴨涌河野餐有咩唔同？有咩唔同啊？有咩唔同啊？呢度有啲美式 feel 啊！有冇自由嘅地方？係美式 feel 定美式 feel 啊？美式嘅美式 feel， 跟住同埋自由嘅味道，自由嘅氣息。食緊沙律呢個，買下佢先。你喺呢度同喺澳門野餐有咩唔同啊？因為我喺澳門野餐唔會食草啊，所以喺呢度野餐真係自由啲嘅，自由好多。好，採訪一下先，佢好舒服攤咗草地。澳門公園草地咧，據說唔俾攤嘅，而家攤咗係美國嘅公園嘅草地，感覺點啊？好舒服，因為佢個草地呢度有太陽曬住，咁佢又冇咁凍，然之後佢啲草又比較香咯，所以真係好舒服。而家你左手邊望住個就係曼哈頓市中心，即係紐約最多高層建築物嘅個景觀點啊！個景真係我嚟咗美國咁多日，終於見到大城市，其實真係好靚咯！個景好靚。推介一下呢包先，呢家係呢包就係喺美國買嘅牙膏味嘅 Oreo， 食落去有一陣薄荷味，但係感覺上咩？感覺上就係好似咩呢？好像這個你剛剛刷完牙之後即刻咬 Oreo 的感覺，或者 Oreo 裡面夾住了牙膏的感覺。我現在找個 model 試一下，先 model 試吃，不如成功成功我幫你做直播夠不夠牙膏味啊？我挺好吃的，不過中間那塊就是牙膏，之後其他就是 Oreo， 好吃。哇，有啲呢個味道好有趣。問下美食專家先，喺呢度野餐有咩感受啊？空氣當中四處彌漫著自由的味道，美式的香味與美國紐約城自由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組成了獨一無二、使人難忘的野餐時刻。好有假鬆弛 feel 呢度，鬆弛感啊 Sir。係啊，鬆弛感。硬鬆弛。鬆弛感係唔會望鏡頭噶。鬆弛感唔好幾好嘅，而家佢現緊鬆弛感。呢種就係傳說中嘅鬆弛感嘅攝影方法啊！點解啲學生會唔見嘢咧？因為點解咧？啲嘢咧就咁撇喺度啦，係有咩嘢？睇下衫喺度，睇下成個耳機擺喺度撇喺度唔理啦，跟住喺度一大堆嘢，書包撇曬喺度啦，袋又撇曬喺度啦，跟住走咗去喎，又唔同人講喎。跟住最近嗰兩個咧，嗱，攤屍咗兩個喺度，碌下碌下兩個咧就是最近嘅啦。咁但係咧啲嘢就擺曬喺度冇人理喎。咁睇下仲有啲咩咯？擺喺呢個，你睇，哇！連啲錢又擺咗喺度。跟住睇成個袋擺曬喺度。袋入邊有咩？銀包又擺曬喺度，梗係唔見嘢啦！你睇下個袋。就係就咁擠到，成個袋擺喺度，冇人理，冇人看住。你話點樣可以安全唔見嘢啊？執事我哋啊！鬧完咗之後咧，跟住就終於瞓喺度看嘢啦。得翻兩個喺度看嘢，大家睇下點樣看嘢。就咁瞓喺度就叫做看嘢啦。咁留低咗邊兩個咧，就係、是、跟靚仔走咗兩個啦。咁點解兩個冇走咧？為咩？好明顯呢個冇靚仔啦，所以留咗喺度啦。你瞓喺度看嘢啊？好啦，我咪看住啦。